那么贪嗔是三毒啊，这个烦恼是无量无边的，归纳起来是108烦恼，108烦恼再归纳了六大烦恼，六大烦恼再归纳呢三毒烦恼贪嗔痴啊。如果三毒烦恼再归纳呢，就归纳到第一个贪，所以三十系念第一时啊，中空国师给我们开示，诸苦尽从贪欲起啊，不知贪欲起于何，因妄自性弥陀佛。这个就是一切烦恼的根源，从贪开始。我们要忏悔业障啊，就是一定要观察自己内心呐、啊，这个贪嗔痴三毒烦恼啊，这个三毒烦恼啊，一起来啊，我们马上要用念佛这个佛念给它代替过来啊，不要让它一直增长，一直增长，一直发展下去啊，那就像此地讲的，越来越严重了。